今日之事，滥我心者，今日之事多烦忧。后现代的新兴人类，头脑其实很清楚，咨询系统和网络，把地球上、地球外的每一个最微妙的颤动，带到自己的卧室中。全球化可以说是科技发展必要的果实。当政治经济全球化之际，人类的关怀也趋向全球化。怎么台湾的人们会协助南美的灾区？怎么国际特赦组织的人会从台北写信给土耳其外长，请求彻查一位少年在狱中之死？一群名为无国界医师的青年医师在最偏远的非洲治疗伤病。明天天空会再现湛蓝，海水会再度澄清，人类不再高唱征服，因为没有比新兴人类更了解人与人、国与国、文化与文化、人与自然、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。100年前，人类兴奋地发现野人不必献曝了。100年后，人类发明太阳能的轿车，太阳重返人间，不是复活，而是进行。人类也明白了天人之间的相互依赖，天主和人不再互相清算，却携手而行，这才是又一年的展望。